我找一下，好像没了脚本，可是我可以直接导入。你有记你得导可入以看看。散。No more ammo。砰！砰！砰！好的，记忆上次把一个腿被炸断之后，他只是腿被炸断，然后他今天又复植了。腿炸可断，是那我现在记得，反而各装着一只吗？可是我记得我那天装了好几包，不知道是三小的。他的断肢。竟然不瞄准。阿神是不瞄准啊？啊什么？哎、欸，我不能瞄准哎、欸。按右键。对啊，按一下右键。靠腰，我当然知道。零。哦，好了。为什么不能调整画面了？我到底为什么不能调整？没反应。啊？用指令打进去没反应，不是想走不出来？枪。枪。你要重开吗？还是有车有车、啊、什么什么前面有车前面有车哦枪什么你要枪什么枪我等一下这应该是有武装的夜视版然后夜视武装的、啊、嗯。检查。OK， 雷鸟的东西丢在地上了。二四，二四，这样。我要昨天那把 M 二四零。二四零了解。有没有记得那一把？凡哥，你小心哦，我掩护你。No more ammo。嗯。阿瑟，麻烦你给我那个。给。这样，哪个 ？M four， 然后那个他有倍率镜，然后。我的，他的车。有迷彩那种。他的跑车。懂。我讲错了。啊，这样、欸、哪里错了？迷彩版的，然后我想一下哦。啊，反正上面有四倍镜，然后它迷彩版的。好好。那就好。四倍镜，哪生出来四倍镜？然后又要迷彩。为什么要拿迷彩呢？No more ammo。拔干掉，拔干掉。那算了，有飞机进来一波掉了。这只怎么样？哎、欸，对这一把。哎、欸，我卡一下。哦，在我旁边，超级屌！耶、yeah, ，我有枪了，我把弹药拿走。哎、欸，不一样弹药。哎、欸，又。捡尸。我捡尸，我看。他谁要捡尸？我有看到你在拖，我发现你在拖他。太恐怖了！真的、喔？哎、欸，你把他扛过来、欸，你现在不会累死吗？简直！干，你要把他扛回来，扛回来干嘛？他是男的，又不是女的。他还活着吗？男的更好啊，不会怀孕。屁！他说他还活着吗？不是，哎、呦谁还活着？凡客张张，凡客怎么了？有事有事。没武装，没武装，给、OK, 停火，大家停火。坦克注意一下状况。No more ammo。坦克，你刚被那个是弹簧子吗？哦，那不是。我怎么又有个 player 冒进来？他会死来吧？有可能吗？不知道，还是小黑。我过去看可不可以救他好了。我们有设密码啊，所以知道密码一定是在这个频道里面的、啊，会不会是豆腐啊？我没有阿玛托啊，他也没有 ACE。反正他可以哦，放心哦。
放行，放行，放行。凡哥，我先帮他止血，然后你帮我背回去。谁受伤了？那个敌人，敌人受伤了。我们要把他逮捕起来。我们要把他逮捕起来，回去关个二十。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必须提供给他们相同的医疗资源，像是让他解脱之类的吗？对，一枪毙了他吧。你身上有？我知道啊，有那个九厘米特效药啊。九厘米特效药，超好用的。对啊，直接往头部里面注射就可以了。对，马上升天。消。给他干掉啊！还跑、欸、我跟你讲，你那个太弱了，这只比较屌。来自。Are you her？ 啊 ？Are you her？ 啊？我说我礼拜一还要考体育耶。什么 ？Are you her？ 哈？体育笔试。随便考就好了。Can't shoot. Out of ammo. 麻烦，我来去考。干掉啊！我要带耳塞。阿瑟怎么戴耳塞啊？要设定好。怎么设定好？我没有耳塞，我要戴耳塞，不然我这把裸戴。小黑加入，小黑加入。哎、欸，有车，前面有车，应该有五张。SUV 的。来来来，我们这专业示范给你看。哎、欸，等一下阿瑟，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去云林？有了。把这什么给我带，什么给我带。阿瑟，阿瑟，居然用那么危险的东西！这个超专业的，好不好？用什么？他用109红。啊，太可爱了！对。哎、欸，我真的需要那个用耳塞，不然我会耳鸣。戴啊！怎么戴啊？我就不会戴啊。微软件。微软件有啦，你有设定微软件，按下去打开这个 take 那个 T R A T 吗 ？Google 香8.79平友，我没那个东西啊，大概是两倍。Google Mask， Google Mask， 发现 HVD 高价值目标，高价值目标 ，HVD 高价值目标。从这边到燃烧的那台 SUV 370，到那个到路口那边475，所以range差不多是450，用400。哎，我的，为你的1.2。要去车子在燃烧，你靠那么近哦。我耳塞不会戴，好奇怪。你能不能开那个吗？检查自己受伤的那个吗？阿瑟，我们需要一那个。我是按那个。那个搜索键，我按键旁边的搜索键。搜索三号。然后呢？然后不是会跑出一个什么？等下人多嘴杂。老许，你先讲，老许先讲。一什么，然后斜线 P player 那个啊，对 啊第三个有一个 G 开头那个，可是我没有第三个、欸，那你就是你身上没有耳塞啊？有啊，我看有啊，那就是你的耳塞坏掉了、啊。耳塞不是 E R 那个吗？对啊，可是你要按那个 Google Mask 啊，那个打开之后你才可以戴啊。可是我没跑出那个、欸，干我耳塞。耳塞坏掉，天啊！第一个是什么东西箭头 T 嘛，然后第二个是弹夹，第三个是 Google 啊，对啊 ，Google 是啊。可是我现在没跑出那个、欸。嗯。有一个问题，那个 Windows 那边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这个不能戴耳塞的。怎么办法？可是他那文章权限我也看不了。有车了？没有吧。我没有，是阿瑟这边发动。等一下，我把丝带塞上去，然后你们自己来开。丝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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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带。